文清雅地发发小脾气，也可爱的让人恨不起。不是我就这样毫不经意，一步步让你占据领地，所有没结局的痛快，有你的地方就是天涯，再也不怕决定爱的人是你呀。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好好的睡一觉。谢谢你。你也出去吧。等等，把门关好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很快就会痊愈的，我走了。谢谢。请在手心里，你的香气不可非议，是爱你的证据。想过走下去，不敢不离，闭上你，只要有你一起。我假装想不起，这份爱有结局，倒数计时，从相遇那天起。不去碰，不敢听，哪怕是一毫米里，宁愿是梦境，就这样不再醒。愿陪你等花开，愿牵你到未来，再也不想让你乱猜，幸福还在不在？不过是两个人相爱，爱执着的阻碍，我以为我已明白。这人挺不喝啊，你别管。
本就不该生出期待，骗自己能释怀。不怪誓言更人善爱，奈奈奈曲折的阻碍，我以为不能明白。如果这一切能重来，最会到那一天，绿灯街边第一次遇见，不合时相辨认喜爱，却决定没有好麻烦，到现在我才明白。是坏掉的龙头，滴滴答答生了锈，床头想你的人偶，不是提醒我已过很久，你没开口，你没说个你是不是真的没长脑子呀？说了多少次了，牙膏不要从中间挤，要从下面慢慢往上挤，记住了吗？哎呀，我为什么每次到挤的时候就忘了？记住了。
行吗？怕什么？我还能吃了你啊！不要！只要她是我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不要！啊！不要！不要啊！啊啊！不要！杀了你！住手！不要！不要！那个人为什么要杀你？这些都是他的人吗？啥？杀？杀什么？杀你个头啊！我们在拍戏。我现在宣布，我们假扮情侣的关系正式结束。徐妖怪，我很喜欢你。规则，小叶相当于我的弟弟，就算为了我，再破例一次，不行吗？小芷，
你冷静一点。不要碰我！很快就会痊愈的。我走了。花哨的东西，大家伙都高兴嘛。嗯，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以后我们可都是要跟着小燕哥走向人生巅峰的人。没错没错，以后就拜托小燕哥继续关照了。嘿，我们俩可真是难得达成一致啊。那你是不是应该请客吃饭啊？没问题啊，中午聚餐啊，我请客，谁跟我买单我跟谁急。你要跟谁急啊？局长，局长好。局长好。局长好。局长。欢迎回家，谢谢局长。其实你应该多歇阵子再来上班的。上次任务失败，而且还有不少没有破获的案子，我心里放不下。好吧，不过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才行。我明白，谢谢局长。嗯，哎，刚才好像听你们说中午要聚餐呢。嗯，全算在我账上。哦，谢谢局长。田小姐，我待会儿把你送到张小姐家之后，我要去趟电脑城。你想回来的话，记得提前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别忘了买新鲜的牛奶和水果。大乔哥是真的走了吗？他这几天跟你联系过吗？没有。这大乔哥也真够狠心的，说走就走，都连个招呼也不打。田小姐，你们到底为什么吵架呀？前几天还一直给我放假，说什么要过二人世界，我怎么说分手就分手啊？田小姐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说大乔哥呀？嗯，其实他人挺好的，就除了料理是做的有点难以下咽。给我闭嘴！大乔哥，大乔哥，离了他活不下去了是吧？明明是你自己先说要买水果喝牛奶的。闭嘴！我自己喝行不行？还有啊，冯栋栋。你吃里扒外的事情，我可是已经知道了。要是让我爸妈知道了一点关于薛妖怪的事情，你就提头来见吧。我不会的啦。可是，你要是田伯父问起来，大乔哥去哪儿，我应该怎么说？我就说，大乔哥出去度假了。度假去。你什么时候也喜欢上看这种生物科学类的书了？作为一名演员，多看点书总是没有坏处的啊。切，叶人渣推荐你看的。没错。哎，我跟你说啊。这个书真的特别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除了人类，其他所有哺乳动物一生的心跳次数基本都是一样的，大约7亿次，而乌龟只有5亿次。乌龟之所以能够活那么长久，就是因为它每一分钟的心跳才6次，神奇吗？你说的都是那些不谈恋爱的乌龟。
你这乌龟每天也出去热恋、失恋，心跳砰砰砰砰的，估计也活不长。怎么了？这次真的失恋了？如果你真的舍不得这段感情，那就再去争取一下呗。算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可以白头偕老的人。这边小燕的病一好，你那边就和大乔分手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什么？虽然这么说呢，对大乔很不公平，但当初你跟小燕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对吧？说不定能重新开始。不要，我现在只拿小燕当弟弟。我只是提个建议而已嘛，能不能重新开始，那得要看你们自己。这次小燕的命真好，癌症治愈真的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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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稀有的情况。是啊，小燕可爱又正直，命好也是应该的。你的血液里有着跟小植血液里同样的修复酶。所以你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人品大爆发，奇迹降临。我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不希望我好呢？我可是严词拒绝了医院的研究请求，而答应做你的小白鼠，还是免费的。所以说咱俩才是真爱嘛。我可不想跟萱萱姐抢男人。现在结果出来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你难道一点都不好奇吗？一只懂得报答的怪物，不仅帮助了无意间救助自己的恩人，现在连恩人的前男友都一起关照了。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，可这是最合理的猜测。猜测只能代表可能性，而我是一个警察，我需要的是证据。又是证据。所以说除非那个怪物亲自站在你面前，否则你都……哎，你不会到现在都觉得那个休眠体是有可能被偷走的吧？我并没有完全排除休眠体被偷的可能。啊！哎呀，跟警察聊天真是分分钟被气死，那也比给科学怪人做小白鼠，随时可能暴毙的好。好了。这个怪物看起来并没有跑很远呢。我很快就要走了，还没想好要去哪里。如果有缘的话，我想我们还是会再见的。是运气也好，是被怪物救了也好，总是感激不尽，因为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。在外面待久了，胆子也越来越大了，竟然冒着暴露的风险去救一个警察。是啊，用不了多久恐怕就会被发现，这对我们可不利啊。看来我们得好好准备最后的守望了。明天下午3:30，我们在来福茶庄见面。好的。我得为他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笼子。
杀人时伪装成宋乃公，这次又是伪装，明知可能是陷阱还一定要闯入，照片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呢？江远哥，这是你要的所有和田俊植有关的案件资料，包括杀手家找到的还没有搞清楚的埋凶证据。小严哥，你火眼金睛，一定有关键发现吧？别光动嘴皮子，坐起来跟我一起看吧。那我得先上个厕所。明天再说吧。之前那个人呢？走了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你是谁？在这里干嘛？你不放开我的话，我喊人了！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打人了！来人！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先生，有话好好说啊！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薛先生。原来是个误会啊！要是跟薛先生动手啊，他可不沾光。喝茶。洪先生经常来这里喝茶吗？要不然说咱们俩有缘分呢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儿，却被人放了鸽子。不过好在是碰到了薛先生，也算是没白来。谁敢放洪先生的鸽子？是约了张小姐吗？我听说薛先生是萱萱的粉丝，果然很了解他。不过今天放我鸽子的人还真不是萱萱。我好像跟你说过，我有一个神出鬼没的堂哥，洪世龙。昨天晚上突然间发了封邮件，约我今天下午来喝茶吃饭。我在想，反正很多年没见了，有些话呢，当面说清楚比较好。没想到，他就爽约了。田小姐最近怎么样啊？她挺好，挺好的。谢谢。来之前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？我打了，没人接。我可能是没听见吧。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嗯，还是没睡好？我没事儿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打你电话没人接，有些担心。
另外，也有事想找一下薛先生。他没在家吗？他出国度假去了。小芷，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？怎么会呢？我病好了之后，几次见到你，感觉你不是很开心。难道我不希望你好吗？知道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哭了。不关你的事。对你瞒那么久，是我不对。当众拒绝你，还让你伤心难过，我心里也一直不好受。对不起，小池。对不起啊。都说了不关你的事了，早就过去了。你真的没有再恨我了吗？可是我的小燕弟弟啊，好了，我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早点休息了。那好吧。你要干什么？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茶馆里出现。我就是一跑腿的。中午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电话委托，让我下午穿着正装去见一个人。另外，让我下午3:30准时打一个电话。是那个联系方式，然后让我把这个联系方式给包厢里的人。
让我说话，也不让对方说话，只要把这个联系方式和名片给他就行了，还让我在那儿坐半个小时。说实话，这确实挺奇怪的。不过跟我之前的工作相比，也还好了。哎，搞什么嘛？神经病！我堂哥在暗处，我只能等他主动来找我。不过说实话，我是真的一点儿都不想见到他。既然决定了要离开，还是越快越好吧。看来只能找人帮忙了。所谓以后，一眨眼就。